董事会怎么办呀？下午的董事会怎么办呀？刘玉，他在法国度假。冯若雪，钟秋叔，你怎么知道这电话的？是从旅行社查出来的。陆总出事了。钟秋叔，你别着急，听我说。 你先把陆总送进医院，不要用陆总的真实名字登记。你告诉医生，是因为颅外伤造成的间歇性癫痫。接着你把这个车开到一个没人的地方，你把车撞坏，然后你开着这个坏车去公司。记住了，一定要让公司的人看到这个车。你告诉公司的董事们，陆总因为车祸受伤，不能参加董事会了。如果有人问起来陆总在哪家医院的话，你就找个理由搪塞他们。好，做完这些马上给我打电话。 阿玉，咱们还是回去吧。咱们刚出来就回去啊，多可惜！再等等钟秋叔的消息吧。阿玉啊，不可惜，妈好久没有听到你对一个人这么的关心，这不回去才可惜呢。他是我老板，今天是你老板吗？你对他的声音，妈能听出来有其他的感情在里面。 他像是我朋友、老师，更像是一个关心我的长辈。仅仅就这些？我也不知道。回去，于公于私都得回去。